当时说，你要是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咱们要定下娃娃亲嘛。上一辈子是兄弟，下一辈子也是兄弟。你以为啊，躲得过初一，你还能躲得过这十五啊？大不了罚款嘛。到时候连饭碗都得丢了。何静，何静来啊！ 这个是个独苗啊！我想让他们知道，可是难了，没事没刻都在想他们。我现在宣布下岗名单。我想，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。